们刚刚本来要去姐夫家，结果他呢直接说要到他们的园区来啦，这就是他们的投射金针花海，你看人有没有？小农夫，赶快来啊！小农夫，把礼物给那个小农夫，快点！耶！来，你们两个站一下，我访问一下，访问一下来。小农夫，你有没有很开心？你有很开心吗？啊，你怎么越长越可爱啊？现在越来越厉害了。对啊。耶，果然是不会害臊哎，讲两句就开心起来了耶。好，那你带姐姐一起出去玩好不好？我们现在走进园区了，哇！现在整个太阳超大，现在才表。小姐，你看，来给你发一个，来，好不好玩？奔跑的少女。我们现在要去看金针花了，金针花 ，Eric 过来，一起来。金针花在哪里 ？Eric， 你刚好看金针花吗？你看金针花吗？这里你看还有溜滑梯。哎，这里还有溜滑梯。金针花，对，金针花也是母亲花。然后我们明天呢，刚好是母亲节。还有康乃馨。那我们走进来这里面好了。哎呦，借用你的金针花田，我们要来拍 MV 了。太棒了！太棒了！盖小姐，你来当盖小姐，这个你种的那个。金针花，哦，有很多种颜色呢。很多种颜色，这也是金针花。很多游客都不相信是金针花。我刚刚看不知道它是金针花，哎，啊，它是就是新种出来的品种，对对，还是怎样？那个育种出来的品种。育种出来的品种哦。啊，这边又它有分成几种啊？因为它好多种颜色。这里有四五百种。四五百种。对对。啊，它是这等于说是每。红色每都不一样啊。像这个有没有？粉红色的，黄色的，黄色的，还有金黄色的，还有金黄色的，这个喇叭型的。哎啊，这个是要怎么去把它培育出来？就是不一样的品种，就用不同的品种去杂交，然后再选育出来。哦啊啊，那个姐夫，所以你就是自己把这些是自己去用一些方式让它，就母本，然后例如想要。它粉红色的就用红色的跟白色的去杂交，就变成粉紅色。哦，是用种子去弄，对不对？对，简单来讲就是这样，好像调色盘一样。哦，可以这样子调。Larry， 赏你一朵花来，这个是金针花，然后这是培育出来。哎，这个朵花给你一下，来，你看一下花瓣，哎，怎么变成舌头了？怎么变舌头了？哎呦，我姐夫开着这。站车来了。